吃汉堡。兔兔吃汉堡。你们俩想说为什么要给他吃？你跟妹妹吃一个啊。慢慢收工。这是朋友送的汉堡，麦当劳跟三千的日元。对，三千的。哦。谢谢我的好朋友。呜呼。我不知道三千会有面。应该是牛肉吧。还有。哇，好丰富哦！好久没吃三鲜羹了，真的。当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来吃过。啊！好。嗯嗯嗯。哦，这个蛮好，我跟你吃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料蛮多的啊。妹妹，哎呀，哎、欸，你拿一个丸子哇。露娜玩了。嗯。吃吧。哦呦，开心哎、欸！他喜欢啊、哦，他最爱吃的面来了。面食。哎、欸，蛮多料的哎、欸，还有这个。土锅鱼。嗯。其实我觉得它 OK 啦。可是，因为它泡比较久。我觉得它比较不 OK， 就是如果人那么多的话，我就觉得还好。还是因为它泡比较久，怎么所有东西都变肥大了、啊？你有发现吗？妹妹来，哇，你很忙呢。嗯，其实妹妹她跑过来、欸、我们家的宠物，她跑过来吃面，然后又吃那个。做我的，谢谢。妈妈快点拿去，快点。那是属于妈妈的。我跟你讲，Luna现在就是那个是属于谁，他就是要拿给谁。咖啡杯，分颜色。对，他看到是我的，他就要拿给我。但殊不知，那是他爸到的。但他就是坚持要拿给我，他说这是妈妈的。妈妈。哦。妹妹。说真的，薯条不烤还好。怎样？我觉得可是不烤很软呢、欸。它硬到有点像饼干，有一些部分。你家相信很多远方和那个朋友都会来永和吃三鲜羹。嗯。他在外面好像蛮有名。蛮有名的、啊。每次介绍那个永和肉华夜市的美食，一定都有三鲜羹。然后还有阿伯哦，然后凉拌手撕鸡哦，凉拌手撕鸡有时候有还好，其余串是一定也会被注意到。对，阿伯哦，跟三鲜羹跟其余串。就是永和乐华夜市，每次有那个必吃美食，就一定会有他们。然后其他就是会换来换去，像有些会想那个手撕鸡，或者是那个泰式木瓜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探讨三明治吗？泰式木瓜，因为我们没有每天开。包包好乱。你不要这样子，连那个在巷子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叫无双牛肉，我都不知道。我看他常上榜。他就是一个牛肉，就是像台南这样。看你们吃，我都觉得三鲜羹好像很好吃。对，蛮好吃的。我把料都吃完了，剩面可以拿。可以拿。
它冷了还不错吃。那就算不错。嗯。因为我觉得它调味的那个酱汁的那个味道，嗯，很够。就是你看，我平常一定要加什么辣酱、醋啊什么的。嗯。哦，对啊。它不用啊。喜欢，嗯，说说的又很大，夸张，然后喜欢一点就好，麻药麻药，然后去吃汉堡。爸爸，很忙哎、，Water 在这。如果我吃两个汉堡，应该是有点太过分了。不会啊。你能不能吃三鲜粉？三鲜吃。可以捅。吃不下去。干。而且我发现它其实，仔细吃它的蒜味其实蛮重的。嗯。蒜味很重。它已经像有点像面糊吧。那我觉得这温度，跟口味很适合用了。应该可以吃到几碗。还在等你啊。好好好，请享用，请享用。一个。幸福，每次出就是工作完，然后都有一堆朋友都送给我吃的。嗯。这拆下来了。难怪有时候吃料，因为它变面糊了。不过我觉得这口感我还蛮喜欢，蛮喜欢的。以后买三件跟买好放，然后放很冷，然后放到整个全部东西都面都变很大条，吸满满的那个。像我刚刚就说，它的那个虾跟那个土兔鱼羹都变好大的。原来是放太久了。嗯。那真的很喜欢。这干嘛？他汉堡啦。又吃汉堡又吃面。懂吃。是小孩。嗯。好办法，去上班你很饿是不是？饿到啊？哪有阿玛每次来都拿超多东西给他们的，今天还拿棉花糖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他拿棉花糖？嗯。我家有人吃棉花糖吗？你们家小孩不吃的东西。长辈就喜欢看到什么都觉得小朋友爱吃。这太硬了，咬不动。我挑个软，这个软。难怪伊娜每次阿玛要走的时候，都会先很热情的拥抱他，跟亲吻他，然后再跟他拜拜。他应该真心的觉得阿玛是那个保姆。对。会觉得哇，这保姆怎么人这么好？就是每次来都买带零食，然后都是都跟我们是吃不到的。太硬了，你要说是软的。除了果冻，
偶尔会给小朋友吃以外，基本上糖、果、饮料、汽水、巧克力，我都很少给小朋友吃。我都哎，不是完全不给小朋友吃，不是很少。啊。好了，吃完，那拜拜了。拜拜，说拜拜。还没说完。拜拜。